这种比法真的很奇怪。就把猴哥跟柯文放在一起的时候，其实民众感觉，因为他的鉴别度就是非常的低嘛。他们的对应就是就绿跟非绿啦，对不对？当你跟赖萧还有猴哥放在一起的时候，跟赖萧还有柯文放在一起的时候，感觉是一样的，因为我不想要投民进党，我就是投另外那一种，对不对？那当然啦，哈，就是说明天那三位统计的学生他们会怎么做决定，当然要看他们自己的决定。是，但我以我自己在看过那些有效的市场以后，我真的觉得，我真的觉得，其实真的有机会当政治人物，柯大哥，是柯宏佩，是柯大哥。好，那就看明天的结果了。那因为这个猴哥跟柯侯还不知道，那如果猴哥呢？你觉得会？我们现在讲到下一个阶段了，柯侯你觉得可以来讲吗？我必须要说了，我有点意外，但是我没有办法这么短的时间把我的想法说完，所以我就。